特别感谢我的人生遇到你，让我感受到那个能让我变得更好、更开心、更快乐、更优秀的我。我会用我一生，我会用我余下来的生命去陪伴我们这个小家，去陪伴超可爱。以前常常要穿战袍去世界的各地，然后为国争光。女子蹦床决赛中，中国选手何文娜获得金牌，实现了中国蹦床项目奥运会金牌的零突破。披上战袍的我必须非常非常的坚强，让对手无懈可击，去战胜他们，赢得冠军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你温柔地牵起了我的手，我的辛苦，我的伤痛，从此可以依靠，可以倾诉，有人关心，让我觉得很幸福。你像我的灯塔，总是可以照亮我，指引最好的方向。让我们家人幸幸福福、开开心心的继续走吧，走到我们今生的最后一天，好吧，老婆。谢谢，嘿嘿嘿，来，抱抱。